喂，早晨，刘叔。喺讲今日嘅消息之前咧，我就想提一提大家，听日香港时间凌晨5点咧 ，XRCon 2023嘅第二轮门票就正式发售啦。咁如果你哋之前想买但系错过咗嘅话咧，今次咧好大机会就系最后一次机会嚟噶啦，所以咧就千祈唔好错过啦。咁入翻去正题啦，今个礼拜咧佢哋依然有 Build of the Week 咁样就系第二集，佢哋呢一次咧就用咗 Matthew 所整嘅 Rolling Magma 呢一个标最特别嘅地方咧，就系佢。打單體啦，又或者佢清屠嘅時候咧，係利用兩把唔同嘅武器嘅。當佢清屠嘅時候，就選用 Side of Shot 啦。咁啊，用咗佢之後咧，你嘅 Rolling Magma 咧就可以以你為中心咁樣向四方八面施放嘅，覆蓋到一個比較大嘅範圍。但如果你用呢一碌像打單體嘅話咧，就冇乜傷害嘅。所以咧 ，Matthew 咧打王嘅時候咧，就會轉用三倍像，再減慢埋呢一個投射物嘅速度咧，就可以令到招技每一次施放嘅時候咧，打同一隻怪嘅次數咧都大幅增加嘅。就係咁樣咧，就可以提高咗佢嘅單體輸出啦。呢個標咧，除咗用呢兩碌像之外咧，亦都需要配合到佢自己本身嗰一粒 threshold jewel， 就令到每一次 chain 都可以有 40% more damage 嘅。因为要配合呢一个 threshold jewel 咧，所以佢就有咁多地方可以拎 chain 咧，就得咁多地方拎 chain 嘅。佢就喺佢嘅头盔嗰度附魔咗一个加 chain 咧，佢招 rolling map 亦都加高咗 level， 令到佢可以再多一个 chain。同时佢亦都系用呢一个锐眼嘅升华，咁就可以加多一个 chain。咁因为佢用咗大量嘅魔力去保留去开呢一个防御同埋伤害嘅光环咧，咁所以佢就选择用呢个 eldritch battery， 即系 EB 去令到佢嘅能量护盾当系魔，咁就可以令到佢不断咁样使用一招 rolling magma 啦。咁基本上个标就系咁上下啦。如果你有兴趣知得更加详细嘅话咧，可以睇翻呢个 post， 又或者可以直接睇翻 Matthew 佢嗰条片。而去到最后嘅消息咧，就系 3.19.1C 终于推出啦。喺正式推出嘅 patch note 里边，同之前预览嘅 patch note 咧，实质上咧就只不过系加多咗两个修正啦，同埋其中一个修正咧就改咗些少嘅。喺呢条片里边咧，我就 cover 啱啱所讲嗰三个改动嘅啫。如果你想知道埋呢个 patch note 其他部分嘅话咧，就可以睇翻我之前嗰一条片。依家又上过就一条 link 俾你噶啦。第一个咧，佢哋就新加咗呢一句残喘地面咧，同埋易碎地面。之前呢两个地面咧都无视咗残喘同埋易碎嘅上限嘅。第二个新加嘅咧就系金贵宝箱里边咧有一个 Oshabi 嘅头饰。嗰个头饰咧之前就有一个问题，当你用一招即时使用嘅技能 instant skill 嘅话咧，就唔会触发到佢嗰个效果出嚟嘅。依家就修正咗呢个问题啦。而去到第三个咧，就只不过系之前佢哋话修正咗两个会导致只 game 轻机嘅问题咧，就由两个上升到去修正咗三个会导致只 game 轻机嘅问题，咁基本上 3.19.1C 嘅改动就系咁多嘅啫。喺呢个 patch note 里边咧，其中有一句咧就系话修正咗 a trip down memory lane， 咁但系今日依然咧系有人开 post 就话系仲系有呢一个问题，即使 patch 完之后咧，佢都仲系未拎到佢应该有嗰个奖励嘅。咁 GGG 亦都作出咗回应啦，佢就话啦，如果你哋解完呢一个 a trip down memory lane 嘅挑战之后，依然未收到你嘅奖励嘅话咧，咁你就可能要等到下一次佢哋修正咧，就会再有一个呢个奖励唔识得自动 update 翻嘅问题。咁如果你哋依然系俾呢一个挑战卡住嘅话咧，咁就请你哋再耐心啲等候佢哋嘅修正啦。咁以上咧就系今日嘅消息啦。咁估唔到咧呢一个 trip down memory lane 咧已经修正咗三次之后，佢哋亦都需要第四次修正去修正埋佢可以俾奖励嘅问题。咁今季 GGG 佢哋真系算系多灾多难嘅一季啦。咁你哋又点睇咧？不妨就喺留言度话我知啦。如果有兴趣想一齐吹水嘅朋友咧，就记得入我哋嘅 Telegram 啦，或者 Discord， 甚至乎喺 game 里边 join 呢一个斜 global 852 Korean 嘅呢一个 channel。如果中意呢一类型嘅片咧，就记得俾个 like 我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好啦，系咁先啦，拜拜。